我唔对，所以请妈甲阮看家。妈甲阮家是一个，可能有一只家己讲哦。你是讲，恁家己袂晓反省，我无甲恁教示，恁就无法度讲哦。我就不是这个意思啦！啊！哎呦！鬼哦！妈，我袂当阁鬼啊！我脚拢麻去啊！妈，你想要安怎拢会用的啊？只要给妈出一口气，啊，阮公公鬼个家，不是害妈气歹身体。定调你的面的吧，恁的啊！文聪带你回来，讲你有心去暗，我是安怎用这个定调，在你面头前拍文聪的，你搁会记吼？会记的。拍煞了后，我讲什么？妈讲要入来业界门，就要守得起业界的家教。入来了后，每项代志拢要注意，不能败坏业界的门风。自你入门到今嘛，你搁较安怎做唔对？我也唔捌用这个定调甲你教示。今仔日你又在校方甲雪莉偷来暗器，让小平知影，面子先甲我当下去啊！你有败坏业界门风无？不，阿兰都爱教。不是阿出亏，我是今日愈拍愈气，气歹身体啦。叫我破坏身体，你都家己来教好，唔通有校方，拢学你讲好听话，做表面功夫的。你也家己道理，互伊知影是非，都是你拢有咧教，伊才会愈错愈离谱。校方唔对，拢是家己学的。我怕你，是阿你家己反省先教囡仔。不是真正要出气的，你若不把校方顺道转来，我就拍到你家顺道转来为止。啊，没有啊，就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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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了，你的面就知影，恁一点仔都无反省。啊，让恁在公妈面头前，搁拍一届无？是谁先动手的？是我。你继续跪。小红，你起来。来，谢礼，谢礼，谢礼。阿妈，叫你先起来，不是讲你较委屈。我拢已经甲你先催皮，叫你不准拍，你竟然搁对志成动手！伊用少林步数，我气袂过。志成是毋是用少林步数？你家己知影。我知影你真唔甘愿，啊，毋过无法度。谁叫你对不起家里？刚才雪莉穿了浴袍，徛伫外口的时阵，是先给我拄着。伊若是先拄着家里，你的代志哦。从头到尾，正人知影啦。